看看新闻网。虽然从骨子里小编一直都认为郑欣宜属于胖胖女星的行列，但是曾经她瘦过，真的瘦过，当然这是在十年之前。成功瘦身后的郑欣宜一直成为瘦身代言人，风光无限。但是残酷的事实还是定格在了2014年的7月，郑欣宜现在超过了180斤，她又变回了那个胖妹妹。再看主办方，你们都是故意的对吗？这场面看起来怎么都有点心酸，偷偷打探下郑欣宜的心情。你笑什么？那么好笑吗？看来体胖的人心必宽，可爱的心仪从来都是个开心果。无论是爱情或者是工作，我觉得生命中每一样东西都顺其自然，就会最开心。